1995年，舞龙运动已被纳入国家比赛项目，而如今在奉化，舞龙运动也逐步走进校园。学生们舞动的步龙是陈兴国亲手做的，舞龙动作也是陈兴国教的。融合了自己情感和梦想的步龙，在学生们的手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虽然自己已不能登台表演，但舞动的传奇还在继续。这些孩子就是他的希望，他的梦。